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，花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 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 Hello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集的你要买多少又来啦，耶、yeah! 非常开心，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太出来、啊、不太开心，看不太出来。天气冷啊，汐止每天在下雨，生意都不用做了。雨好像没停过哎，这个礼拜没停过啊。每天下的雨啊，就如同在割我的心一样，从来没停过。你知道我们这种做生意的最怕的就是一直下雨，我们在看天空做生意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而且啊，下雨就算了，那个风吹过还伴随着雨水一滴一滴的腐蚀了我的皮肤，寒风刺骨啊，细雨迷离啊，风雨揭开我的记忆啊，我像小船寻找港湾。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电车以后啊，我们缺了什么电车 ？VNI 银老物，哇，对吧？阿哲，你来公司几年了？应该快两年。哎、欸，对，今天是丹尼 boy 呢，今天不是怡萍呢？怡萍出差了。上次我看到一则最有创意的留言，如果 AI 有这个功能的话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移除怡萍的声音。你有看到这则留言？我可以获选为今年度最有创意的 YT 酸民留言。好。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是2023年的 VNI 银老部 i4 的 eDrive 40，还有50跟40嘛。那40是比较便宜的嘛。好了，我对你比较仁慈一点，我退一下你才有屋檐。好，要不然你在外面淋雨，我怕 Danny Boy 现在，对不对？是公司的这个翘楚啊，都要去跑新车发表会打烟认识这些公关们。虽然目前还没有什么业绩的表现，你到底有没有去打烟啊？哎呦，上次有成功把名片发出，有发出去了，有。哎呦，不错，你发给谁？来来，我听看看。我发给中华汽车。中华汽车是最近股票有涨哦？有吗？有有有，你发出去以后，他说哇，就一根拉起来了。有有有有，这两天有 J Space， 我看他拉一根起来，好大一根棒子。哎、欸，我们不是要估车吗？哎、欸，对啊。讲到新车发表，Danny Boy， 好不好？上次才在念呐、啊，我们各个品牌电动车中，总有一天我们会把它收集齐全嘛。目前还有什么品牌没有处理到的电动车 ？Mini 啊，对。还有什么？福斯、Volkswagen、马自达、啊。没有，我是说台湾有的啦。还有我们最喜欢的啊。最喜欢的啊！对，我们最喜欢的还没有啊。那个很像雷克萨斯那一个吗？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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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对？好，有机会我们一定会把它收集齐全。噔噔噔噔噔，好，观众朋友开来估了，我这个无论如何，今天我们一定要把它手到擒来，好不好？这样观众朋友就有后续的这个试车影片可以看了，好不好？不管它卖多少，我们就加价收，加，小声一点。2023年的 B N W 的40i， 我记得当初它的定价好像是270万左右吧。哦，好啊，这张为什么会拿这张？这是车主当初的一个选配表。他当初这个是有一个叫做 Racing Package， 虽然有20几万配件，但是其实总共好像不用花20几万呐。据我所知啊，精装的意思啊，我记得有一些东西啦，好像轮圈吧，好，轮圈有升级为19寸的轮圈 ，M 版轮圈，然后 M 版卡钳。有没有蓝色的 M 版卡钳，还有这个黑化的，好，黑化的四条驼色内装好像也是，如果没记错的话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以前很讨厌这个内装。嗯，我以前去一个那个朋友的店里啊，他有一台那个双门的320，年轻的时候很讨厌驼色内装，觉得哇一打开哇这老灰啊这啥。殊不知我现在变老灰啊，觉得驼色内装还不错。哦，会随着年纪转变吗？不会啊，我那时候那个玛莎拉蒂有没有？一打开就哇。爱马仕的颜色哦，有没有？白色也不错吗？哦，现在看白色很帅。我们有台 ES 两百，你记不记得？红色的 ES 两百，哇，那打开门超漂亮。敞篷车 IS 啊 ，IS 250，哇，那个白色那双好漂亮。还有以前的那个蔡依林那个 SC430那个白内装，哇，好漂亮。还是觉得黑色看久了太单调了，有特别颜色就没有。我觉得那个车要高级车，对你如果是小画家配白内装就。阿费特嘞，会很抽象。哎，不能这样讲，哎，还是要搭配起来。好，那种年轻化的车，人家就是要这个简约耐用的车子，代步车，你用的太难照顾也不好嘛。看一下这个车子吧，这有什么好看的、啊？这么新，23年跑多少？对，先看一下啊，16000公里。哎，这个有什么？反正好像80度电左右吧，我记得。哎，我第一次看呐、啊，所以我不知道，我记得是80度电左右，续航里程好像500多吧。你来之前有研究一下吗？小小小啊，好了，我们先大概看一下车子啊，这个基本上就原漆啊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？好了，这集就到这里，我们直接去跟他讲价钱，讲完就。
哦，蓝色框框，这会不会发光啊？好像不会哦。不知道哎。不会不会不会发光。哎，它的 Mark 外圈也有蓝色。对啊，蓝色的啊。哎，我后来去研究，我跟你讲，人家讲说有些 BMW 不是这个鼻头会发光，为什么？阿瑞亚的车标不能发光。对，我又去查法规了。你要符合定位灯的要素，就是要对称啊。你上没有对称。它这个功能叫做定位灯，就是有点像日行灯的功能，让人家可以定位你的存在嘛。哦。所以两个鼻头就可以定位了嘛。哦，对。对，所以你上你一个 Mark， 你不符合定位灯的功能嘛，所以你就做两个你上。好不好？法规就允许你了嘛。这政府机关就是最简单的嘛，你就是按表操课嘛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嘛。据我所知，这个 i4 应该就是油车的底盘去改电的嘛，还没有到电动车的。它不是纯电的底盘嘛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哦，它这个灯有点圆润，没那么尖锐啊。然后这个就是封起来的，那不会发光啊。前面应该没有置物盒吧？没有。看。全部都密封的，要怎么看呢、啊？里面还是都是线路啊。好，螺丝没有拆。它这个引擎盖都没有打胶哎。哇，叶子板也都封死了。看完了。有什么好看的？我们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。你还信任呢、哦？信任呐、啊，他是台湾人又不是。怎样？没有。这是全部都没有打胶这是不是都铝合金的、啊？哇，这全部都铝合金的吧？这不能撞哇，这撞到很伤重哦，凶重哦。它这个全部都没有折线一体成型。对，它是一体成型的然后只有这边有一点点缝而已。它这个工艺已经跟以前我们传统的工艺都不一样了，世界真的在改变了。我已经是老古板了你看这 B 柱那么粗，你看一个手掌。对 ，B 柱好粗哦，还送 FSK， 我们看到都贴好了。有开钱 FSK， 哇，气氛灯哎，你看，哎呦，有给我哈曼卡灯呢。这是也要选啊？选配代号688呢 ，HK 高传真音响系统，选配价钱33,000元。33,000元怎么听起来好像没有到很贵？我跟你讲啦，选配的时候都这样，一个东西没多少，加起来嘛100万，就我那时候选就这样了。然后勾到最后加起来，哇，80-90万，有机会你去勾看看。它充电孔在这边呢。可以直接按的。对啊，它这 CCS 几啊？这 CCS 一还二啊？对，说到这个哈曼卡的音响啊，我上次看到网络有人在说Focus 不是有附什么 BNO 是不是？对，他说那个 BNO 只是 BNO 调教，主机有那个 BNO 调教的软体，跟后面有一个 BNO 的重低音。它的门板喇叭都不是 BNO 的啊，我是听说的。如果有那个车主，麻烦下面留言是不是真的？因为我是看那个短影音外面的那个。音响店啊，把门板都拆开，然后拿出来看，那根本都不是 BNO 喇叭。哈，这个是这样对吗？这样就可以打着 BNO 的那个哦。对啊。说比如说我们这边都大学生，对不对？结果来都是说我们这边有受过大学教育的，调教过、大学是都是有大学同等学历，有上过大学，都穿着那个大学士的学士服，这样都去大学上过课，都是有大学毕业证书，其实都30-40岁了。进去，等下丹尼鲍鱼又说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我那个油箱盖没关，我怕那个汽油被狗偷喝。被笑的，恁祖妈食到五60岁啊！唔捌听过狗会偷喝汽油。如果是真的话，这样合理吗？那你广告都说 BNO 音响 ，BNO 音响，其实只有 BNO 软体跟 BNO 重低音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，好不好？有网友再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因为我是没有去拆过那么新的车子，我们怎么会去拆？好不好？好，继续看，会不会这个也一样？哈，这个应该有电动尾门吧？有吧，200万。有哇，斜背的呢。所以这是五门的。对啊，这算斜背的呢。不错呢哈，我最喜欢斜背的，斜背很帅。它还多一组脚踏垫呢，而且脚踏垫还是这种抽真空的。托盘还有 BMW 字样。哇，高级车。高级耶。下面是哈曼卡顿重低音。这个是什么？充电的吗？旧车线啊，没有。充电线，还有紧急救援服务。后面有一个小镜头在那个
哎呦，不是翻起来的。对，它不是翻。那冰室翻起来最蠢的。不要再做翻起来了，拜托。你有没有在路上看到那个后面这样翻着？忘记关那个车在开，然后一直翻着这样，然后还要等它那个反应时间。就是我觉得那个翻怪怪的。来看一下内装。我刚都没有在看螺丝哎。啊，信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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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rust。哎，有后座出风口呢哦，我刚都没有在认真在看呢，我完全已经是觉得这已经是我的车了，怎么办？只有价钱问题而已，只有价钱问题而已了啦。哎，好进去吗？不好进去啊，开口超小的，你看超窄的，你看，而且它门的开度也很小，你看，哎呦，有没有？嗯，我刚几乎是侧身进来，你没发现吗？有点悲，超悲的啊，我还不想进来嘞，你看我脚还放外面呢，哎，三区恒温哦。哎呦，很高级耶！三区恒温就是在山上嘛。哦，两个 Type C， 没有天窗哦，还是五菱才有？也有可能哦。哦，黑，这是黑顶棚。对，这是毛吗？不是毛，它是有点像尼龙材质的，好帅哦！有没有？它有点反光，也像尼龙这样，嗯，很像亮面的黑丝袜，有没有？哦，对，刚刚有看哦，它是424分离。哦，这都哎，这都皮耶。哇。啊，这是银色的，啊，软塑胶在这。你看这个都还没撕哎，哇，好新哦！哦，它还有选远光灯辅助系统、驾驶座电动腰靠、橡木纹饰板，哪里有橡木？橡木哦，这个、哦、黑色的橡木纹饰板哦，真的哎，这是选的哦，这要选的啊，不然原本是什么？哎，它这边一大块留空哦，这里好歹也给我做个盒子啊，或者是自备架什么？对，它这空空的好奇怪哦。这个方向盘，我跟你讲，我好久没有握到这么粗的方向盘哇。BMW 我跟你讲，我最喜欢它的地方就是它的方向盘就是这么的熟悉感，跟我每天在握的尺寸差不多，尺寸差不多就是要这么粗，没有一台车的方向盘做的跟 BMW 一样粗。我最喜欢 BMW 第一名就是它这个这么粗的方向盘，舒服。你看这个，你有握过这么粗的吗？没有嘛。你每天尿尿的时候像在抽签一样嘛。按钮都是这种做这种银色的啊、哦、这是质感的，不是那种塑胶色的嘛。然后这边有两组记忆电动椅，但是只有驾驶座这边有，副驾也是电动椅，但是就没有记忆了。然后这边就平板，新的 BMW 小小的曲面吧，没有哎、欸、它是平面吧，这哪有曲面。然后它中间这个就是哦，用这种像这算什么、啊小舌头啊，啊妈，就是硬还是要留这种东西，我最讨厌这个。不过这个还是比那个滑鼠好多了啦，嗯、那个滑鼠触碰板好多了。好，然后这边哦，大块的木纹哦，实体按键就在这里而已啊。嗯，啊，还是这里啊，那个实体啊，这个就是跟我那时候218都一样的界面，嗯、有 Sport、Comfort 跟 Eco Pro Auto Hold 啊。怎么了？这个有小改款，我想起来了。嗯，对，旧款的有鸡腿，我忽然想到，旧款也是蓝色小鸡腿。嗯，这个已经有改款了，改款才有这个小粉饼，然后倒车也蛮清楚的哦。哦，环境都在这里。现在是晚上了，但我觉得解析度还可以，有一个小颗粒，可是算蛮清楚的。哎，洗车是什么屁啊？洗车？我不知道，它有一个洗车功能，洗车。不要乱按，你知道吗？自动停车啊！上次特斯拉，上次特斯拉新闻说特斯拉自动停车去 A 道啊，哦，还去客诉，叫他赔钱。哎，特斯拉赔钱哦？没有啊，谁会理他、啊？大家都跟你说这是辅助而已，你自己还是要看啊。他这个手套箱里面全部都绒毛哦，我跟你讲，这组装真的是有水准。废话，这个如果有买到再跟大家分享嘛。这个组装真的就有差了，就虽然它是。油车改电车，但我觉得这个组装跟很想试它的底盘的。其实我还蛮想试它的底盘，但是它这个整个界面就跟汽油车基本上应该都是一样的。嗯，好啦，哦，好开心哦，终于被我遇到一台这个。那个谁不是也开这个？那个 Alan 哦，好不好？该不会他开来的吧？他的车，我怎么舍得买呢？对不对？他只要一个号召，多少粉丝要跟他买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估得下手？好，那么好快哦，来去要去谈价钱了。废话，这种车差的就是价钱而已嘛。但我相信啊，当初270万应该有折价，再加上呢，现在已经年底了，嗯，应该促销力道也蛮大的，因为今年啊。新车的销售应该蛮惨淡的，就跟现在我们这边汐止的天气一样惨淡，阴晴不定，就阴而已，哪有晴啊？你哪一天看过晴了？你从中秋过后，你哪一天遇到晴了？每天都蛮阴。现在新车也很惨淡，我跟你讲，
今年哦，我问过很多企业的啦，新车啊，很多各大中小企业都一样，这个营业额哦，全部都上升，毛利率全部都下降。哦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促销，通货膨胀啊，营业额都很好看，全部都上升，可能去年营业额8000万，今年都变1亿，因为通膨啊。啊，毛利率为什么下降？你知道为什么？那个利润，销价竞争啊，原物料有通膨啊，所以你毛利率就下降啊。然后那个人事成本提升啊，因为你3万征不到人，你就要35000去征才啊。然后那个基本工资上升啊，那你毛利率是不是又下降？对，今年的状况就是这样。所以啊，这个观众朋友们，你要记得今年去买新车啊，现在刚好年底了，大家不要怕，去看新车直接就是给他处理。所以我现在也给客人处理下去，处理一下，处理一下啊，没有，客人又不是在卖新车的。客人，我先去了解一下他为什么卖车，了解一下他要卖多少钱，回来再跟大家分享。好不好？好，不要回来，马上走开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，发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 ，Ultra Dash S 3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。路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我跟你讲，他老婆带了一个小朋友，老婆还有孕在身啊。为什么卖？你知道吗？老婆嫌坐了不舒服。我看到这个，我就大概七七八八知道了。我跟你讲。老婆有孕在身，说什么都是对的。边那比车身比较低，所以有时候上下车是真的。他们另外有一台 Camry， 那个跟板娘很像。啊，宁愿做12年 Camry 也不做这个。12年 Camry 20几万，这个200多万，他宁愿做20几万的车，还不做200多万的车。我想这种女人是怎样？必娶，必娶啦，必娶。所以我娶老板娘嘛，必娶嘛。怎样？一样一个包包，对不对？30万的包包跟3万块跟300块的包包装的东西容量是一样的，为什么我要去背30万的？3万块的餐点跟300块的路边摊吃起来饱足感是一样的，大便拉出来都一样，颜色稍微有差异，但是量拉出来的量是一样的，臭味一样臭。我现在教你人生的道理，以后不要娶错人。OK， 他觉得 Camry 还比较舒适一点点，好，椅子还比较软呐，然后体感上面，因为这种车是属于比较操纵、运动感、操控感、运动感的，好，比较冲啊等等的，然后他会觉得说，他觉得坐那个车比较舒服，是真的，这个是一个点啊。再加上小朋友要出生了，好，那他们想说，第二个小朋友出生之后再来考虑说，那换下一台车，要再添购。修旅车啊，或是什么样的车再来研究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他们今天开两台车来，两台车开来，老婆开一台，我马上拍谁？他老婆大肚子还开一台，已经接近要生了呢。很累。对啊，还从桃园开来呢，所以代表什么？没有要这台车没有要开回去，没有开走了嘛。他也本身也在做生意的，所以哇，沟通上面非常的愉快，非常的顺利，所有的这个交谈上都是非常的愉快，但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啊多少钱嘛。我想有时候交谈的越愉快越恐怖嘛，为什么？因为聊啊，大家聊得很开心啊，天南地北啊，哇，聊得很开心啊，聊得越开心，聊得越久，没有人怎样愿意讲多少钱嘛，没有，这才是最恐怖的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当两个剑侠有没有都带着自己的武器有没有互相试探，然后两个一直在那边转圈圈有没有？一直在转圈圈，没有人要拔剑，有没有？一直都不出招，有没有？绕3天3夜，那个才是最恐怖的嘛！哇，你祖上哪里呀？哦，哇，你之前是做那个的哦。哦，是哦。哦，你父亲之前在哪里哪里啊？哦，我也是。哦，你之前做吗？你几年次？哦，是哦。哎呦，原来是这么巧，哦，这么巧。等下我擦个眼泪。好，所以为什么？有些人谈生意喜欢打高尔夫球，就边打18洞的时间让你慢慢聊，看你多会聊嘛。打完之后还要去找球嘛，慢慢走嘛，慢慢聊嘛。你知道吗？有18洞的机会让你聊，看你多会聊啊，有没有？或者去酒店，对不对？边喝小姐边拉，啊，边聊嘛，看你多会聊啊。没有人在讲生意啊，讲生意5分钟而已啊，都在聊天，啊。都在亏妹妹亏气啦，大家都回去都跟老婆说，哦，今天陪客户去那个酒店，哦，
烦死了，那客户就喜欢去那种地方哦，我是就不爱去耶。啊，大家拢安尼讲，我自己还不是在那边三个六，四个二，妈的，每个回家都妈装的好像很不愿意，都是客户要去的，有没有？其实自己也蛮喜欢，自己很爱去，好不好？我的妈，两个亿，哇，一开始就喊亿哇，啊，大家忙生啊，怀疑噶，好嘞，你好像很会玩吹牛哎，老板。欸什么东西啊我们是社会观察家哦，所以我们你朋友跟你讲的，对，所有东西都是听来的哦。你知道我们是交友广阔，你看那么多客人来，他都会讲他们出去外面的一些遇到的事情给我们听，懂吗？那些东西我们都没有去过，我们都不了解。好，重点来了，反正最后呢，嗯，这个他的意思是说他想卖210万哦，因为我没买过嘛，嗯，我问了几乎没有一个同行跟我讲说这个车有超过200万，大家都觉得这个里程数没有很漂亮，好，大家都觉得200万已经算很高了，所以我思考了一下，我说，哎，那我讨论一下，可以买在不要超过200万的话，我们就回来开箱给大家看，好，这还没，我再回去再跟他粗糙一下。试探一下，试探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不要回来，马上走开。好了，回来了，搞定啦，搞定了。没有，客人真的很好相处了。他自己就说了，他说啊，小四不要浪费时间，200万。那可见怎样？我刚刚跟他没有了。大家做生意的，其实他也很简单，他也觉得不要浪费时间。我们磁场很相近，理念相近啊，我就讲生意3分钟的事情而已啊，就是要卖了嘛，嗯，对不对？然后也不要七七八八的嘛，大家七七八，我最喜欢讲就大家七七八八的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他有差这个3-5万吗？我有差这3-5万吗？有，有。所以最后呢，2023年的 BMW 40i 200万元，好不好？大家觉得这个价钱如何呢？我是觉得还不错啊，就回来开箱啊。我第一次买，不知道贵还便宜，可能有人会觉得很贵，有人觉得还不错，有人觉得怎样，不管了，反正就开箱拍个影片嘛。反正新车，哎，总比我去买新车250、270回来划算的吧？我们新车只能买国产车买下去而已啦。哦，对，我们如果去买250、270回来，妈，开完箱卖掉是要亏多少钱？所以我现在都觉得以后我们尽量少买新车。阿哲名片发的够多的话。对，就不用没事吃个蚵仔米，然后买台车没事吃个米粉，就买台车嘛，两台车都还在嘛，还没卖掉、哦，还没卖掉啊！好啦，今天的你要卖多少？非常开心，在笑到流眼泪当中就拍完了，雨又变大了，好不好？那2023年的 iPhone 期待试车影片，咱们下回见，拜拜。不是，说到这个，你们每个礼拜，我们礼拜三的这个直播，为什么你们老是要贴电动车的新闻？因为新闻很多都在播电动车，大家都在讲电动车。因为我觉得新闻好像不是电动车，不然就是车祸。我觉得这两个最大宗，可能因为新闻要报电动车跟车祸才有流量，对不对？对，尤其如果是电动车车祸，他又更喜欢。哦，又要电动车再加车祸，那个流量才会高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，发艺金库。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 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。